嗨，大家好，我是夏乃馨，欢迎收看今天的完全娱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趟来，我们要访问一个连我们工作人员都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位神秘的制作人，让我们欢迎 Roico。안녕하세요 Roico 돌아옵니다반갑습니다耶、yeah, ，很高兴认识你。然后，因为这一次来我们做这个采访，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认识这一位优秀的制作人。然后，大家对他可能会有一点陌生，想先问一下 Roico， 他这个名字的由来。Roico 는이제성년이라는뜻이고 ，Cold 는차갑다라는뜻인데뭔가저랑어울리는단어를찾다가 Roico 라고짓게됐고제가개인적으로 J Cole 이라는뮤지션되게팬이거든요그래가지고 J Cole 의뭔가비슷한느낌의어감을찾다가 Roico 라고짓게됐습니다因为他有一句标志音是 Hey boy, it's cold. Hey boy, it's cold. Hey boy, it's cold. Yeah. Hey boy, it's cold. 저이제시그니처사운드를만들어보고싶어가지고생각하고있다가그저희제가속한엘로즈마음의크루의빌리라는형이아이디어를줬고그저랑친한이제뮤지션중에윤하누나가있어요근데윤하누나가마침앨범작업을하고있던시기였고윤하누나가저희작업실로놀러와가지고윤하누나한테부탁을해서누나가녹음을해서만들어지게됐습니다嗯，那我们现场不知道可不可以重现一下这一句。最喜欢这个。有点害羞哎。OK。Hey boy, it's cold。那我私人有一个问题想问，因为我就是之前在可能网络上有看到 Roico， 但他本人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笑人哎。啊，说最烦。哇！昏倒，你们超年轻的，为什么这么年轻又这么的有才华？单曲又帮歌手制作专辑，然后有一个 Roico 的系列，不知道接下来他自己有没有想要合作的歌手 ？Do you know 빈지노？哦，빈지노，예，그빈지노라는아티스트를너무좋아해서국내에서는빈지노랑아직작업못해봐서빈지노랑하고싶습니다。现在韩国的团体当中也有很多的 rapper， 他有在关注的或特别喜欢的呢？哎 ，BTS。哦 ，OK， 里面有三个 rapper。然后你自己有特别喜欢哪一个吗？他喜欢的，저는개인적으로 Red Monster 씨가제취향인것같아요。当然，接下来有想要跟他们合作吗？哦，블루씨가너무감사하죠。对。哇，我想粉丝应该也都很在敲碗期待，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关注女团的 rapper 呢？저레드벨벳좋아해요。真的是有点跳风格不太一样这样子。接下来他也接下了《全民男孩》第八季的。이제새로운참가자들을많이발굴해내고싶은마음이크고이제무대를많이하잖아요그러면은그무대에서본인의개성을좀더살려줄수있는방향의프로듀싱을하려고많이노력하고있어요근데혹시그대만에도힙합프로그램이있나요好像没有哎，所以我们其实说唱类的这个竞赛节目，大家都会关注韩国的节目这样。我们要来麻烦你一件事情，就是以音乐制作人的角度呢，帮我们稍微做一个评价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要给你看一些台湾的歌手们做的表演，然后我们来一个算是做一个台韩的交流。啊，我不对，我给他很温柔的。风格算是比较温柔系列的这样 ，OK OK。第一个是力友王的表演。就像要回来的飞行，哈，灵魂坐在我的隔壁，那隔壁的在隔壁坐着一位先生，中间的示范特技，他是反派，他把手举起来做攻击我的反派，他争取之后脸红得像瓜子脸，他手举起来做攻击我的反派，看孩子看着爸爸爸爸爸爸爸，因为他是反派的先生，反派的先生。OK， 这是第一个，帮我们稍微做一些小小的评价。우선은저는이제힙합하는분들이뭔가되게세게뭔가하는느낌일줄알았는데굉장히부드럽고밴드사운드여서되게듣기좋은랩이었어요네接下来第二 round， 第二 round 是 OZ 的表演。Yeah, liquid flows into my body.列车了三百下的 whisky，
还比不上旁边的 Fanny， 能喝个 Vodka 都不加 Cranberry Juice， 算了 Fanny， 那个坐到草旁边的女孩才好可爱。Be love tonight， always be love tonight， 'cause we about to be O B O， 'cause we about to be O B O， say it's be love tonight， 我们一起 be O tonight。OK， 아까 그분은 좀 내추럴한 느낌이고 이분은 조금 더 뭔가 세련된 느낌이 많이 나는 것 같고 저는 뭔가 제보명 옛날 느낌도 많이있는거같아요 J-POP 接下来第三位 Cause I've been through that 从负责 I can't do that 没得负责 all that too bad 你就 right now you're what you wish 嫌我的面子放两边榨干我就像抢劫 God damn I got nothing left 掉进去 no fun down here 求求我 I'm not my friends without you I don't wanna be alone now 想念你的每个角度如果我们还能够重来 Oh you don't know how I feelSo,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他这个眼神感觉不太一样，对不对？哦，对，이분이저는제일마음에들고그다음에생각보다너무잘하시는분들이많아가지고되게깜짝놀랐어요아네기대됩니다好，接下来呢，要给大家看一位，他原本是一位专业的演员，然后但是他一直有想要当 rapper 梦，然后同时呢，也是我们的主持人，就是我们的宇宙。宇宙。OK。有人说他在老家欠了一堆酒熊，避避风头；有人说他练就一身武艺却没机会展露；有人失去了自我，手持无措四处飘荡；有人为了梦想，为了三餐不能养家糊口，他总找眼角去他破的求职公寓，风起的岛屿堆满陌生人，都来自外地。他埋头写成的余地，怀抱着多少憧憬，往返在9300号公路，内心盼着奇迹。我现在有一点紧张，如果他是演员，帮我们评价一下。哦，우선은이거이분은되게그음원을내셔도될것같아요感觉是有得到好的一个评价。哎，가사도본인이직접쓰신건가요不是，他是翻唱别人的 cover。아우선은가사써보는연습을많이해보면서본인의개성이랩을딱들었을때확실히나타나야지뭔가저같은프로듀서입장에서도되게 어떤곡을주고싶은지되게구상이되잖아요그래서그런거를많이개발하시면좋을것같아요如果我们家宇宙真的去参加他当导师的说明的话你他会给他项链吗아저 힘들거老实说有一点难哦好宇宙没关系那刚刚算是一个台韩小小的交流了，但是回到他自己本身的身上，因为他有在帮别人制作专辑，然后也有推出作品。那其实想问他一下，这个其中最大的差别，他自己觉得呢？우선은제앨범만들때가바로힘들고되게해야될일이그냥곡을만드는거외에도되게많다보니까조금더정성을훨씬더많이들여야되는거那想问一下，这个专辑是在这一个工作室里面完成的吗？아네네네저기이제저희스튜디오들이옆에있고네여기서작업합니다也太荣幸了吧我们居然在他制作专辑的工作室这里做访问你们有心情觉得怎么样吗来到这个工作室难得可以来到觉得很开心今天我们算是很荣幸来到他的这个工作室啦那希望接下来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 BOYCO 所有的动向啦再次谢谢他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